好，来看到南投万万大以赏枫闻名。其实呢，赏樱花、赏鸟呢也是很有看头的。目前万万大樱花是已经开了将近有六成了，而现在这个季节呢，也正是山鸟采食花蜜的季节。民众到万万大一方呢，可以赏樱花，而且还可以赏到各种的鸟类。放眼望去，一片粉红色，一棵棵樱花树一起绽放，一千多株樱花开满山头，粉红色樱花绽放在枝头上，让民众直呼好漂亮，感觉很好，樱花很美。我睡个嘴。南投的奥万大国家森林游乐区种了一千多株山樱花、八重樱和雾社樱，目前樱花已经开了六成左右，预计周休假期会吸引相当多人潮上山赏樱花。一年的元月中旬到二月中旬是最漂亮的时候，欢迎民众来这边来赏景。奥万大的樱花现在开满山头，而除了奥万大可以赏樱外，北部的阳明山以及乌来在一月到三月也可以看到樱花。而中部除了奥万大，在武林农场跟惠森林场二月跟三月也能看到樱花盛开。南部的民众可以到阿里山和屏东的三地门，赏花期也在一月跟三月。奥万大这边除了可以赏樱花，还可以赏鸟，因为现在正值山鸟采蜜季节，小小鸟儿在枝头上寻找花蜜，幸运的话民众还可以看到罕见的五色鸟。现在到奥万大赏鸟赏花皆可得。记者龚玉德，竹围资 SNG 小组南投报道。